以当归红枣作为基调，慢火熬制而成的汤头，再放入片片的素鱼，清爽的口感即使在夏天喝也不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。排行老幺的淑清师姐从小备受宠爱，喜爱美食的结果啊，却患得了三高。如今呢，开素小吃店的她就要来分享健康的养生料理咯。现在新素派健康跟我来，我们来欢迎这一位素食店的头家娘嘞哦，我们的朱清师姐您好，朱清师姐好，全球观众大家好，想要告你个会当开一间素食小吃店啊，听讲你自细汉就是讲免煮啊，拢有哥哥姐姐煮好你吃呀、啊，对，哇，你今嘛当这个小吃店老板娘。你哥哥姐姐有没有吓一跳？对，我们邻居就说想不到哈，你这样子还会做这种小吃。对呀、啊，以前都是坐在那里等吃。对对对，今麦是真正的是做给大家吃，对不对？对对哦， oh, 好，是今天哦，我们的这个老板娘师姐，朱清师姐说她要教我们做的呢。是一个自己做的手工塑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把它延伸。那请问你今天要教我们的是什么？养生鳗鱼汤。你看，而且是自己手工做的素鳗哦，哈、哦。对。所以大家要仔细的学。我们来看一下养生素鳗汤哈、哦，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？养生素鳗汤材料有嫩豆皮四张。当归少许，红枣少许，枸杞少许，海苔四张，千层皮四张，姜适量。调味料有盐一小匙，胡椒粉一小匙，香菇粉少许，面粉少许。那首先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处理这些材料呢？哈，被切吗？切什么？先切这个。豆包，这是基本豆皮。这是我们把它切这样先切丝。嗯，切先横切切丝。啊，然后再切这样。切丁。再给刀嘿切丁。所以说做其实做小吃店里面的一些这些叫做素料哈，对，一定要自己做才划得来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嘿，而且比较较安心。嘿呀、啊。因为工厂做的也不知道坑上面吼，我这个是我们买现成的嘛，啊就是这样子再来调，我再把它放下去。你是讲这买现成的，这个买现成，让做这呀、啊，做这都是自己做啊。对，那个就是自己做。现在也有那个什么，有的有在卖帮你做好的啦。好，但是黑豆米在来对，有没有放比较让我们不安心的东西？哈，是我们自己做。好，这个就切好，啊，我们再放调味料下去。好。来放什么呢？都，我这调味料都已经用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，香菇精啊，这胡椒粉。胡椒粉先要调那个味道出来。啊，这个是盐巴。哦哦哦。对，只有这三样。哈，就这样。啊，这样我们把它搅拌。这么简单？对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说我们就是你这么多这么多的那个差不多一斤哦。一斤差不多一小匙的这个调味料，哦，盐巴啦、啊、胡椒粉还有香菇精都是一小匙。对啊，我刚刚看你的那个量放很少哦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再加一点干的面粉，这样比较不会散去了。哦哦，别送，无这样你散散嘛，啊，咱咧包完开开开。面粉用什么面粉？这个重，我就是用重筋面粉就可以。重筋就好。嗯。喜欢哎，可是这个豆包不是好像它蒸熟也是会黏对不？对对对，再加一点面粉，这样比较不会散嘛。啊哈，再把它搅拌好。
搅拌一会儿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先给它腌几分钟。好，啊，如果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是马上就可以做，对，就可以做。好，那这样怎么做呢？来。啊，这个好是千层皮嘛，哈。好，要用千层皮。这个是一大张，这么大张，哦。这个大张，啊，我们把它剪成四等份，就是这么小张。哈，剪成这么小哦。啊，嘿，对。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包寿司的那个皮嘛。嗯。啊，我们把它剪成一半。对，剪哈。好。然后有一边粗粗，有一边是平平幼幼的。我这个就是这边比较粗，对，这边比较粗哈。嘿，啊，这个就是先把它抹这个。摆的时候是这样吗？一上一下、喔。嘿，对。中间重叠。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它不是就是封口了。哦，那个是最外面的封口，嘿。哦，我还一直以为那个海苔皮要跟豆皮重叠。哦，就不是全部，只要从第一部分哦。就是这样子啊，包起来比较好包一点呐、啊。哦，你这是跟你自己开素食小吃店，那你这些要去哪里学？这个，啊，看电视学的。这么厉害哦？你看哪一个电视啊？我忘记，我不知道看哪个电视，我忘记了。哦，应该那个，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电视都在做这个。素的，有不是他们都是荤的啊，可是有时候用素的，那、啊、我就是跟他们看的时候，觉得这个也还好哦，这样子比较不油腻哈、哦，啊就把它学起来这样子，自己再去想，再去揣摩，因为你以前很爱吃嘛，对啊，我就是喜欢揣摩啦，你说你以前就是哪里有好吃的就跑去吃，厉害的是吃完马上还会做。嗯，有简单一点的就会想它，就会拿边吃边想说这个是什么材料。哦，对，边吃边研究。以前你会想那个火锅啊，还是啊什么？以前都是吃荤的嘛，拿些地多来控，我地多。哦，啊，你吃完你就想讲，哎，我正起头来煮。注意试试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啊，就会自己就会做。嗯哼，结果听说那个太好吃了，吃到还生病了。那时候你这么瘦，怎么会吃到？那时候我头会晕，晕眩，晕眩，那黄会转哈。嘿，啊，我现在吃素以后就没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嘿，所以那个是因为叫做吃太多这种太好的东西，胆固醇太多太高了，对。所以原来你那时候是吃到变成三高。对对对，我就是有点三高。嗯，好，然后就这样子包，啊，这样就把它包起来。是，欸，可是很奇怪呢，一个很爱吃哦，又爱吃这种荤食的人哈，那怎么会甘愿被吃素食？哦，那时候哦，因为SARS那一年嘛，啊，我儿子在屏东读书嘛，嗯，啊，他们班上有个同学哈，他阿公去住院。啊，结果他去照顾阿公嘛，啊，回来的时候那个同学就发烧哦，嘿，嗯，全班就要禁十天嘛，就那个隔离，居家隔离十天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好了哦，这样卷一卷，这样就好了，哦，这是算一卷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算一卷。那我来做一卷，你教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来计划嘛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因为这个哈，每次我们看人家在做的时候，我们都刚刚讲夸起来夹干单，但是我每次我一做的时候，就会被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好，嗯，因为我不要用啊，然后我感觉讲你那里哦，其实你们应该真的算高手了呢。我们是眼高手，但是叫做眼高手低的那种高手。你们这样天天在做，天天在看，天天在看，天天在看，但是实际操作不一样。好，是放这样吗？对，我是把它放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吧，就问题是在这一边对准，对对，但是这边漏空。哎，可以的，可以双两边都这样子，比较不好包而已。但是你一定有道理吧？我说是这样比较好包一点，
哦，到底是讲有一边露出来是，你的面糊调的真的真正就黏呢，买当较假的啦，啊都，是不是这样比较好那个黏？哈，不一定呢，无即卖安尼，还佫透水来变得上假。啊，我即卖都煮安尼，都比较随性一点啦，我这个人就比较随性一点。好，诶，太粗会不会卷不起来？不会哈，不会啦，哎呀，这个我们如果第一次做的话，是不是？这样会不会太多了？可以啊，已经够了。在这边还要再补。嗯，这边套紧实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啊、这样给它摆平，然后就开始卷了。哎，对啊。它这样卷起来可以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把它压稍微压一下。要稍微压一下。要卡些根哈。嘿。啊，再照出来不要紧哦。照出来。给它look 对啊。这样子。这样子压一下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样压一下，然后这个呢，豆皮再包上去啊。对对对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对。再这样往前卷吗？对。卷卷卷。卷，哎，来这边。哦哦，这边我刚没有抹。哦，这边到这里就要把它包起来了。对啊，这个然后再跟它抹一点，这样比较能连住。哦，然后这样子再卷卷卷。对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而且按那更。哇，大小条差这么多，就是用就可以了，量多少都随我们啦、啊。好，这个不一定要说很多这样子。但是有把握到做到像你这么熟，就做的这样粗一点。那第一次就做这样细细的，可以。可是吼，这还是宽宽的嘛。对呀、啊，嗯。啊，但是咱这么吹落去，是不是水分？哦，是。好、哦，它也消化会较重淡薄啊。好。那请问哦，安尼我去吹，爱吹我过时间十分钟就可以了。十分钟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吹太久的话，哈，太亏亏。一撇骨，这撇骨，一撇干哪？好，六撇安尼。啊，这都咱都即马都该放里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姜要切不？好，姜哈，好，切切，来，切切。对对对，有点味道嘞，哈。是。哦，你刚刚都还没故事还没讲完呐、啊？那你讲你儿子的同学要居家隔离，然后呢怎么办？啊，我都想讲啊，这样子哦，无我哈，我怎去搞？菩萨花院啦，哈，因为我都吃荤的嘛，我也没有信心说我一定可以吃得下去。哦，我就说我尽量啦，哈。你是说你在为你的儿子的同学，还有他们那些小朋友祈福？班上的同学，这个妈妈很伟大耶！一个那么爱吃肉的人，为了他们还去发了一个愿，尽量素食来祝福他们。对对对。这个心已经很伟大了，嘿，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了，好，但是有发了这个愿，对呀、啊。好、啊，然后这个要放进去的就可以了哈，薄薄的，太厚了哈。OK， 好，要煮了吗？可以，好，放一点啊，这个当归就不必放很多哈，不要放很多，提味就好。看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，这样子，嘿，因为当归放太多不好吃。对呀、啊，嘿，啊这个。几颗就好了，就好。啊，再给它滚一下，这个我们再把它放下去。好，这个是天然的滋味了。可以这样子，对。好，来，再给它滚一下。这样出味的都一样了。嗯，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个蒸熟的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来，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电锅蒸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电锅的话，外锅放多少水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有用电锅，我们因为做生意啦，我都用吹绳，因为我吹绳内底有药膳嘛，我咧吹药膳，有咧卖药膳，啊，就是你拄啊讲吹几分钟？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好，所以我们自己抓那个时间。嘿，好。啊，吹后哈变安内哈，嗯，对，还可以有什么吃法？这样也可以吃喽。这样啊，可以，这样也可以吃。嘿，啊，我看那个食谱啊，他们有的用蔬菜，有的用白果啦，哈，嗯，红萝卜啊，啊，还有那个碧玉笋啊，下去炒。哦，也可以炒。再加点炒调味料，这样就可以吃。怎么切呢？到时候把它切断，切断，要切多，切这样，切一半啊，然后再切。这样子、啊、如果要切四等份也可以啦。那我们在煮汤的时候需要
什么时候放下去？这个汤味道出来的话，我们这个就把它放下去，就不要煮太，不要再煮了，因为我们这个煮久，这个会打开。哦，开。嘿嘿嘿。但是你的汤头熬好，嘿，那我们要切起来，等一下要来煮了吗？嘿，好，好。好，我来切。那你刚刚在讲啊，说你就说尽量素食，对。结果嘞，我们常常说那个发愿容易行愿难，没有呢，我的意志力很好哦。真的吗？一个这么爱吃肉的人，我只有这样子说一次哦，从后来都没有再吃过荤的。啊，真的？你怎么克服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克服啊，就是好，就是我就觉得我的意志力，怎么我说得到，我就做得到这样子。既然在佛菩萨面前发了这个愿，对，那后面没有说会想到有那个，迄个以前吃了这么多美食，没有，去品尝迄个味的时阵，根本想没吃，哇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真的了不起，哇，这个是，哎，真的发愿很简单啦，但是一想到说这个执行起来，你能够那么坚持，坚强。就是放一点点调味，我们就可以吃。欸，真的很好吃哎！这就是不油啦，没有哎哎，没有什么甜味，很天然这样子。好天然，好简单说。然后，啊，你儿子知道妈妈是为了祝福他们发愿而吃素吗？因为我儿子哦，他不能接受这个素食，所以我都不敢跟他讲。现在他要知道了，妈妈真的好伟大，差不多有十年了嘛，哈，算是到现在。对呀，所以意思是讲安尼就好啊，嘿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关火了哈，不要再给他一直滚了哈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都是圣公是清汤嘞，对呀，哦，就这么简简单单。我刚刚吃的是那个刚蒸好的嘛，好，然后现在如果配上，哇，连这个汤都好喝。哎，老板娘，你都做对了，你这样子简简单单的，我们都看到没有放什么，就这么好喝。哎，好喝，好喝，我们就照这个方式呢，因为现在很多的营养学家、医师都有在节目里面有在讲说，他们的标题哦是叫做“吃素不一定会健康”哦，这样害大家就这边很紧张。然后他们都在举例说，很多人吃素啊，吃到中风啦，吃素吃到那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三高啦或什么啦哈，其实是因为吃错了。尤其最危险的是吃了太多的素食加工的那种叫素料哈，都是工厂做的嘛。那如果说是像我们这个老板娘师姐，她自己这样子做，你还会说它危险或不健康吗？绝对不会嘛，哈，这就是叫做可以吃加工品，但是请吃自己做的健康加工品嘛，哈，哦，好，感恩师姐，感恩您，感恩。感恩大家。养生素蛮汤做法是：豆皮切末，再加入香菇粉、胡椒粉、盐、面粉拌匀备用。将千层皮铺平，叠上一层海苔，边缘再抹上少许的面糊，放上豆皮末之后卷起，固定，蒸煮十分钟，切断备用。汤锅再加入适量的水，水滚之后放入姜片、当归、红枣，再加入盐、香菇精调味，再放入素鳗就可以了。清晨三点，天还没有亮，一般人都在休息的时间，彰化市的这家水煎包店已经亮灯，准备迎接新的一天。把处理好的高丽菜叶和红萝卜丝，加上独家熬制的卤料，一起放进搅拌机里拌匀。你菜那个熬过哈，你若熬过会较嫩，较袂遐硬，你食的口感会较好。先前都是手工拌搅，直到最近几年才改用机器。这不是偷懒哦，少的是对身体的伤害。汤米粉的一袋啊，迄阵就4-5万，啊4-5万，
都很贵啊，二三十年前遐真贵，啊，就是做甲手哦，真的吼、哦、受不了啊，啊，就会再想讲啊，决心啦，开一寡钱买机械。虽然一度无法对抗亏损而停业，但是人的韧性往往就是决定成败的关键。咱人你若认真到一个程度吼，天也吼会一撮路给你行。而在家人眼中，这位话不多、默默做事的支柱，日复一日，每天半夜就得起床备料，却不曾喊苦。他就是为了帮这个家分担那个家计，让大家日子好过一点，因为以前很穷。做好吃的东西给人家，啊，大家觉得说，哎，你的煎包也太香，啊，就师兄也蛮喜欢的啊，哎，只有这堂工作就是爱做，哎，啊，做的也蛮快乐的啊。就是很坚持，拢伊爱家己做，你别人话讲，你去做瓷器啊，迄条吼，你搞我来路，讲你袂晓路，你路袂，那就怕你会变了口味。每道工都得亲自参与，陈金波严谨的守护品质，他说这是对顾客负责的态度。将面粉、水和发酵粉搅拌均匀之后，倒入桶里。而膨胀程度的掌握就是关键。啊，你若发酵过度，煎起来较袂水，袂安蓬蓬，会皮安尼平平皮皮。啊，你若无发酵，嘛是同款硬硬，啊，无好食。有了蓬松面团和入味的内馅，就可以来包喽。瞧，这女儿利落的身手，是用十年的时间磨出来的。刚开始当然是不合格啊，回去哭了好几天。对，因为太慢，然后接不上，对，回去又自责，就觉得帮不上忙。反正我们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克服，对，一定要把它撑起来。现在已经颇有小老板的架势了，快速下锅，每次38颗，10分钟后起锅，整个上午哦，就是这样子下锅起锅的循环。顾客也循着香味不断的上门光顾。腌制表皮微焦的水煎包，淋上些许的辣椒酱，一口咬开，热气香气不断地窜出，高丽菜的鲜，红萝卜的甜，还有面浓的香，在口中是完美结合，好想给他大声呼喊，这好吃啦！啊，真好吃啊！特别好吃啊！吃完之后会想要再来买这样子，吃过这家就不会想要再吃别家了。来这边吃水煎包十几年了哈，就是那每天就是3颗。那我就最主要这样子能够长期持续的这边吃，就会让我们吃得很安心。皮的咬劲啊，还有那个蔬菜也蛮甜的，对啊，然后价格又不是很高档。看似简单的水煎包，体验过后才明白它的不简单啊！陈金波历经失败，又重新站起，就为了要给家人好的生活。如今美味早已在乡里传开，好吃的秘诀或许就是里头添加了全家人同心协力的家的味道。